首先呢，这边有做一个长长的绳子哦。好看你是要垂吊式呢，还是要绑起来都 OK。跟你说，它这件厉害的点在哪里？第一个，它的手绣是纵弓来着刺绣的，所以呢，很多人喜欢刺绣的东西。再来，它这边是做手绣缩口，但是不会紧，因为呢，它只是一个造型用。再来呢，这边有一个非常非常漂亮的流苏哦，非常适合现在围秋款。刚刚有说了，你可以把它绑起来这样子，或是呢，你要绑一个蝴蝶结。也是 OK 的，随便你想要怎么绑。那我个人呢是最喜欢就是让它自然垂坠，自然垂坠，而且衣长刚好，不需要做任何的调整哦。它的领口是做缩口的，所以呢喜欢像露的人，像露肉的人，你喜欢拉一字领绝对是没有问题的，因为呢这一款它是做缩口的。它的绿色是有点暗绿色，军绿再淡再淡，所以它是很有质感的颜色，而且很不易撞衫的颜色。然后呢它搭配黑色的外套啊，杏色的外套啊，宝蓝色的外套都非常非常好看。其实白色很多人喜欢买，因为很多人喜欢穿那种比较优雅 OL 式的感觉，就会买白色。好，白色的部分跟绿色穿起来完全不同，白色比较有一种娃娃装，比较女生的感觉，绿色呢比较个性时髦一点点，所以呢喜欢白色的人也很多。好，如果你嫌这两条太长的话呢，第一个呢，要么你不是把它就是绑起来，就是让它自己垂坠，它就是又不分尺寸。然后呢，如果你不是上班族啊，你平常没有那么保守，像妞妞喜欢围露的人，我就会把它拉衣服拉成这样子。